博士你好，新聞短打又是大細消時間，三位高官違反限聚令喎、哦，嚇、啊！唔係高官，係咩？唔高官咩？本地香港個縣城嚇都高㗎係嘛？喺縣城嚟講啊，高啦，係咯，高級下差，係啊，以身作則㗎應該一個局嘅執行嘅一把手啊、嗯！你點睇啊？你睇？我首先點睇？我覺得揞咗咁耐嘅，點解可以？我覺得好有趣，就係點解而家先嚟查到出嚟咧？而家先揭發。我哋都係靠新聞知道嘅。嗯。俾新聞報啊，聽到少少蛛絲馬跡。咁而家我哋個政務司阿黃鳩超就話。佢哋道歉咗啦，咁啊下次唔好啦。哦，咁样啊？哦。咁你哋睇翻转头，点解要冚咁耐咧？睇新闻讲，新闻讲嘅，就涉及有单企图强奸案。嗯。當晚有九個人嚟我間房，嗰啲報道咧就係、是、恒大間公司，即係個許家印就嚟破產嗰度。係，我知恒大資不負產嗰間公司，香港嗰啲公分公司嘅高層請食飯，其中有一個女士就會報案。嗱，俾人強姦。嗯。嗱，我想佢強姦唔成啩，咁咪我要根據警方就話將佢列入咗企圖強姦。嗯。咁佢查咧，查到個當晚咧就有九個人喺度食飯。嗯。每位咧就3,800蚊一位喎，嗰檔嘢。嗯。私房菜。半私房啦，我覺得。嗯。咁3,800蚊一個人，如果十個人咧就3,800。嗯。話貴又唔係貴，話平又真係唔平。嗯。係嘛？嗯。你普通嘅酒席都係幾千蚊啦，5,000-6,000啦。咁如果你九個人3,800蚊個人。咁我後屘我知道我貼咗出去啦，我應該唔知有冇佢哋有冇及錢咧？呢啲做官嘅，一根據嗰公務員守則，如果你收嗰啲禮物咧超過1,000蚊咧，都要報嘅。咁我哋啲雜官咧就話唔知嗰度咧係。佢當私人會所咧就唔受嗰個限聚令嘅恐嚇。嗯。一做到高官都唔肯知咁嘅啫，我哋都知啦。嗯。係咪？你唔知嘅，你入到去啲地方，你問下喂，呢度受唔受限聚令恐嚇㗎？連問都懶啊！我哋又唔知，咁啊，一人罰緊咗5,000蚊啦。嗯。但你冇及錢喎，咁佢哋唔，佢當係交際應酬，又唔受管轄嘅係嘛？請食飯，乜食嚿金木土得喎？嗯。啊？嚇！乜有個人整碟送俾你？嚇！羊豆腐。裏面有戒指，有鑽石戒指，係係。冇戒指就一粒粒鑽石。嚇！佢吞吞完落肚。你幸運咯！你幸運咯！啊！好似食啲魚，食嗰啲雲吞定係咩咁樣裏面，係啊 ，lucky 啊！做緊到呢啲官咧，呢啲飯唔應該去食。嗯。你去食咧，一係急錢。嗯。一咧就價錢冇咁貴。同埋咧就唔應該去啲
內地人請嘅食飯，我逢內地人請食飯我都唔去，冇撚好嘢我話俾你聽，因為佢啲文物辨證法咧，佢鋪鋪計有冇着數，包括佢見人食飯做一件事，佢都係計緊個數，唔會無撚端端請你食飯。呢、这個事實嚟，你話你見大陸佬見呢啲咁嘅人，比香港人唔夠我見得多啊，係嘛？佢哋所以唔夠敏感啊。咁而家來緊咗事啦，好啦，你嗰單強姦案企圖係現場發生嘅。你海關班長有權拉人啊，當晚執法。入境處長冇權，普通人都有權拘捕人嘅。只要你認為對方犯咗嚴重嘅罪行嘅話咧，你可以引用嗰個市民嘅拘捕權力。但海關班長就唔需要，佢係授權咗佢，佢係執法人員嚟噶嘛。他有授權，他可以即場執法，但他沒有做，那你真是縱容人家強姦，他有沒有表示，有沒有制止呢？所以來到一生禮，那你還有個副保安局長在這裡，這件事我相信應該未完，在做到拆天，現在開始又是蓋住，即是看邪筆那些樣子又是蓋住、這些什麼飯局呢？令人很多幻想啊。他報紙拍了出來，他裡面那些裝潢的東西呢，有些像當年台灣酒家那些局，是即是有人陪吃飯那些、他現在公佈了幾個人出來，有幾個沒公佈，究竟是不是陪坐吃饭的女人呢？没说过。不过如果有陪坐吃饭的女人呢，通常有一个表演的。她张台很大的，就方便她跳在张台上面跳跳烟舞。那个是例牌菜来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咁啊，大陸咧就好流行呢啲嘅，個個城市啊、鎮啊都有個私鬥啊，揾啲廚師翻嚟整呢啲嘢啊，跟住啊自己食嘢啊，整啲女翻嚟唱歌啊、跳舞啊咁。跳完跳舞咁，你啲女人好敏感啊。看看馬騮進來摸一下他的波 啊，你又扯旗啊，他跟著捉你入洗手間搞定了，搞定出來就吃土豪餐是很難白特很難肉酸的東西。既然間你中國政府現在隻手伸到來香港了，伸到來香港了，咁你嗰啲請客嗰間公司個老闆咧係黨員嚟嘅喎，佢家人嚟嘅，幹部嚟嘅喎，咁屌你咩？有咩態度要表示？而家就輪喺個中央頭領導，特區政府頭領導，民意不可欺啊嘛，係嘛？不用交代，有沒有過了個標準啊？不如我們不知價錢的，那吃鮑魚鮑心刺肚喝靚酒，那你普通常識都不能知1000元一位，如果你這樣都不知道，那你賺回來白痴，白痴可以做高官的，仆街。如果你知道
過撚咗界嘅，違反咗個收受利益嘅條紅線嘅，咁你大領毛咯，你明知故犯。就算乜都唔知，跑到現場有女人，咁你仲撚走？嚇、啊！就係見到先，冇人派件嘢俾你。哎呀，系咪先？嗯，咁你要佢嚟政府要透明度高啊！咁样当晚有咩人喺度？俾人强奸嗰个系边个？而家佢话知道有个姓陈噶嘛，报纸卖，想强奸嗰女人。咁其余嗰几个系咩人咧？佢报咗四个人出嚟噶，一个女人，另外四个未知，系咪又系女人咧？女人系咩女人先？好啦，如果你笑出去，雙行政嚟講嘅揾錢，啊咁啊仲揾大靚喎。哦。嚇！越嚟越複雜喎，咁樣。越嚟越複雜，揾大鑊㗎。如果你燒開佢，如果再湊啲衰嘢出嚟，好撚大鑊㗎。佢哋入境事務處處長啊，大佬，包庇非法勞工跳脱衣舞啊！嗯。屌你真系，系咪好捻搞笑啊？咁啊，你而家等啲记者自己去发掘啦。系。佢嗰档嘢有咁捻多，伙计员工冚唔到嘅。咁啲档嘢咧，佢哋登出嚟，再聚集天下嘅英雄嚟呢度食饭。嗯，咩宴会可以当作个会所系咪啊？佢净系嗰土豪嘅格局嘅装修，睇嗰啲嘢啊，喺我嚟睇就唔会坐得舒服嘅地方嚟，即系土豪 feel， 系唔肯食嘢嘅人，系肉捻酸嘅档口嚟，我哋奉旨唔会去。但我估唔到呢三條咁嘅懵人做到咁嘅階級都會中你啲招，冇飯食咩？啊，冇飯食咪走去打個電話 call 下名記咯，去南雞飯睇下靚。圍觀者冇警覺性，貪呢啲咁嘅閪嘢，扣留。好撚雜，有人笑。就算請你食飯，你去到現場咧，一見有女人咧，花枝招展咧，你就去走噶。真嘅冇益嘅，真冇益。所以嗰陣時我上次講咧，我個節目我咪講嘅。嗱，你做衰嘢咧，個因咧就係咁解，係咪啊？我啱啱上次做嘅節目，你做節目，同你搞衰嘢咧單條獨對，冇事，冇得爆，係咪？因為自己爆自己嘅啫。做咩新聞啊？仲有一個就係咧，呢個區議員好多辭職喎。他們不辭職不行啊，聽說如果你宣了誓之後再被人 DQ 他呢，要拿回誓錢啊，你用過的錢呢很大，平均一個月拿百多萬，是一個月啊？不是一個人啊，一個人拿百多萬，那很大鑊，就算一百都死了，是他怎麼拿到的？是，但我很公平說啊，這個不是很公道的，嗯，我跟你做了事的嘛，是，你明白我思啊？你炒我咪炒我咯，你要追討翻轉頭。我知道你有公司打，但你打公司你投緊錢啊，唔使喺度消費啊。咁你又唔肯知佢嗰個，好似係冇合同嘅呢啲。冇合同咧，咁你根據佢話你嗰、那個，因為你嗰個違法而俾人 DQ 咗咧，你賠償損失咧，咁你大領導。嗯。等於嗰、那個。咩油量 BB 嗰啲咪又係搞到破產咯？即係佢好多都係小麗都係咁樣。嗰啲素人啊，叫素人升，即係選咗上去噶嘛，好多都係。咁咧故事睇到咧，
你嘈喧巴閉，自己都唔夠斤兩，再去襯，再去爭呢啲位，爭聽到啦。而家你咪爭個鑊咯。係咯。佢又話好撚巴閉啦，有幾皮嘢執啦咁係嘛？佢有啲成績啦，咁啊走去上街嘈喧巴嘈緊完，我哋出到位啦，咁做乞衣啊而家，個個要自己申請辭職，係咪好撚無常嘅世界？係。我早講咗香港唔搞得嘅呢啲投資遊戲。你想想你養炸啲咩區議員，對社會完全冇人幫助，勞民傷財。英國人當年係街坊會制度噶嘛，揾佢當地嘅鄉親有兩個錢嘅做街坊會長，好似東盟三院咁噶嘛，每年選啲總理，政府啊包底，你籌到幾多幾多，又唔使出糧，唔使人工，唔使服侍佢，嗱俾個地方你做辦事處咁咪搞掂。我整個思維錯曬啦！由回歸之後所玩啲嘢咧，唔得實際，搞到個社會分裂，搞到啲人咧唔現實啊！我冇讀書，乜都冇啊，就識鬧政府啫，咁啊，我出去選啦，啱啱？有市民投你噶嘛？係，唔係，所以咧，佢係整個候選人嘅委員會啊、審核咧都應該。係。我哋冇理由揾啲乜撚都唔識嘅，真係做議會議員㗎。咁你個社會點進步啊？係嘛？淨係識嗌交，淨係識成，係咁先。好，唔該曬。